this trail a lot of use， 所以就是还是有车会开进来的。 开朗了起来，到了这个顶上，继续往这边走。哎，这个角度也很好。 可乐泉水瀑布，下面这个海草泥面膜。 对，写了911的事情，6000多人，所以送了一个这个东西。
们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小地儿，看我来，演示一下新鲜的鳕鱼。都是半成品了，对啊，比那个好吃多了，丰富的。标已经出来了哈，青蛙，不去了，耗死了。小宝说要上去。小灯塔，原来你在这儿！哇，太可爱了。没关系，我们讲讲粤语。我得讲粤语。再来一个朋友，我能演吗？我去过三星桥的。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 要去。哦，你不要加了 ，OK， 等一等。要不要？哦，炖炖到汤。我有个炖盅咧，喺温哥华带过嚟嘅。那份呢？炒面。那我给你两份。粤语。解决吧，你在这停一下吧，天，那个。回到了巴斯克港，今天要离开纽芬兰了，回到大陆上。这边有狗头。看到迷虫姐生气了。咱们停第一个，等会儿第一个停下来。
的思绪。人家可能是 full back 拿的呀，你非常好的帐篷，这都是真他妈会疼。这船这不坐个船吗？有啊，你看偷水$2.85可以挂 N 档了吗？你往前，我看到没有？还是可以的，还是可以的，还是可以的。哦、嗯，就这个这里。啊、哦，感受到了吧 ？N 档啊，嗯，这个没挂。你感觉怎么样？如果一路能这么开回多伦多就好，我们连电都不用充。你看，它就到那个位置为止。米饭上面猪肉 ，Yeah。是我的面，是我的面，据说是完全自己做的面哦。